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11月4号，明天就是美国大选最后的投票日期，这场激烈竞选的结果马上便要揭晓，只是这可能并不是喧闹的结束。无论结果如何，美国恐怕都不会平静，只是因为这场大选有了川普。经历了三次总统大选，川普已经从一个政治素人变成了政治猛兽。特别是由于川普的百无禁忌和孤注一掷，让这场选举注定非同寻常，乃至会让美国的民主制度经受考验。就像美国前总统切尼所说的，在我们国家248年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川普对我们的共和制构成更大的威胁。切尼宣布他将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今年83岁的切尼曾经在老布什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小布什时期担任副总统，他是共和党资深的政治人物，也是共和党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之一。他转向支持民主党的哈里斯可以看作是一名坚定保守派人士的惊人之举。切尼斥责川普，在选民拒绝他以后，他试图用谎言和暴力来窃取选举，来保持自己的权利。他再也不能被信任拥有权利了。可以说，在美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候选人会像川普这样遭到那么多党内要员的反对和指责。除了前总统切尼，还有上百位曾经效力于里根政府、两位布什总统以及川普政府的前共和党官员发表联名信，表态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他们认为川普不适合再担任总统。这些共和党人强调，他们也许在许多议题方面与哈里斯意见不同，但川普展现出了危险的特质。这些共和党官员斥责川普称赞我们的敌人，削弱我们的盟友，把军队政治化，并贬低我们的退伍军人，将个人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背叛了我们的价值观、民主和这个国家的建国之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中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幕僚长等内阁的核心人物都先后公开反对川普。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幕僚长凯利对川普的斥责最为严厉，针对川普表示将动用军队对付政治对手和异议者，凯利发出警告说，川普符合法西斯分子的定义，如果允许的话，他会像独裁者一样执政。凯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上将，为美国服务了一生。川普时期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也认为，川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川普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人。此外，还有多位美军的退役高级将领发出联名信支持哈里斯，批评川普对国家安全和民主构成威胁。这些为美国服务了一辈子的军界精英值得信赖，值得尊敬，他们对川普的批评绝对值得注意。事实上，川普对于独裁者的赞美是不加掩饰的。川普多次公开地称赞习近平、普京和金三胖，对他们的独裁权力羡慕不已。前幕僚长凯利指出，川普对自己作为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限制而感到恼火，他当然更喜欢独裁政府。川普确实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一旦拥有了权力，绝对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极大的危险。川普提出通过国民警卫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来镇压他认为的内部敌人，这样做和独裁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川普有可能会滥用美国总统拥有的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时所赋予的特殊权力，会肆意妄为，将国家置于无法预测的风险之中。美国的著名学者、法西斯主义的解剖学一书的作者帕克斯顿在2017年曾经认为，尽管有许多重叠之处，
但川普最终并不符合法西斯主义者的要求，他太像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太缺乏连贯的政治纲领，太像一个富豪。但是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之后，帕克斯顿改变了他的想法。川普煽动入侵国会大厦，消除了我对法西斯主义标签的反对意见。他公开鼓励公民以暴力推翻选举，这越过了红线。正是他拒绝离职的方式改变了局面。上次大选，川普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并试图打破已经实行了上百年的惯例和程序，逼迫副总统、参议院议长推翻选举结果，几乎颠覆了美国的选举制度。而这次大选，川普一方面全力投入竞选，另一方面却一直在极力的质疑和否认这场选举的公正性，动摇民主的根基。尽管60多起法律诉讼都没有找到选举舞弊的证据，川普依然坚称他在2020年大选的胜利被窃取了，继续散布虚假信息，激化支持者的愤怒情绪。川普一再表示，如果他没有赢得总统选举，美国就不会有下一次选举了，美国也将不复存在。川普似乎在刻意的煽动对立，制造混乱，加剧分裂和恐惧。川普的存在已经成为美国分化的关键驱动力。尤其是在2020年大选失败之后，川普阵营抛出的大选被窃取的论调已经深入其支持者的骨髓，已经为美国埋下了冲突和对抗的种子。人们普遍担心，如果川普输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会接受这个选举。他过去曾经说过，如果他赢了，他会接受选举。对于川普来说，只要不是他获得胜利，那就是存在选举舞弊。按照川普的逻辑，这次总统大选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他川普赢，另一个是他川普宣称他赢，而后一种可能性可能更大。即使哈里斯获得压倒性胜利，川普也不会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如果这次大选哈里斯以微弱优势获胜，那么川普会更加咬定这场选举的结果被窃取了。川普的支持者可能会在绝望之下再次发起攻击。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外已经筑起了铁栅栏，白宫周围的商家则用木板封住门窗，防范选举后出现的骚乱。值得担心的是，就在距离最后投票日不到48小时的时候，川普居然公开表示他不应该在2020年败选后离开白宫。川普向他的支持者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川普的一些盟友，尤其是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鼓励川普在周二提前宣布胜利，即使现在还无法预测谁胜谁负。这意味着川普可能会孤注一掷，公开的破坏美国的选举制度。真是这样，一场严重的骚乱将难以避免。川普反对左翼，但是川普并不是右翼。共和党被川普代表，真是美国的悲哀，真是共和党的悲哀。川普不是一个政客，更不是一个政治家，尽管他已经做过了4年总统，他依然还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特别是在重大的国际战略上，他表现出的浅薄，他的唯利是图的本色已经展露无遗。目前美国最大的两个对手，一个在发动乌克兰战争挑战国际秩序，另一个也在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发动台海战争。而川普对这两个美国的威胁想到的只是钱。不久前乌克兰总统到美国访问，川普嘲讽乌克兰总统可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推销员，每次他来到我们国家就会带走600亿美元。近几个月来，他一直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资助。川普对乌克兰顽强的意志不屑一顾，相反却在不断的斥责和挖苦乌克兰。川普的出发点不是国际战略，不是地缘政治，而是钱。
他不知道乌克兰在替欧洲替美国阻击俄国，乌克兰倒下，欧洲就会面临危险，美国就会面临危险。川普根本不知道美国建立北约的意义，根本就不知道在欧洲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样，针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川普竟然多次表示，台湾抢走了我们美国的晶片产业，要去台湾向美国支付保护费，甚至表示如果北京进入台湾，他就会对中国征收 150% 到 200% 的税。川普没有道义，不讲是非，没有原则，他在意的只是钱，一切都可以交易。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曾经在他的书中透露，中国在川普的心中的分量要胜过台湾。川普最喜欢的比较是指着笔尖说这是台湾，然后指着总统的办公桌说这是中国。不难想见，在花钱上，台湾肯定不是中共的对手。若是中共给的价码更高，出的钱更多，那么川普很可能就去保护中共了。川普根本不知道台湾被中共占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会有多大的冲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乌克兰和台湾的安全关系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然而，关于台湾的安全和诸多的国际事务，川普的说法却是随意的变来变去，简直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川普最大的问题不是他口不择言、信口雌黄，而是他没有定见、没有主轴，政策飘忽不定，立场随意改变。川普缺乏国际眼光，而且缺乏长远考虑。在处理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川普的这个弱点表露无遗。2016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年，在这年的9月，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爆炸当量超过2万吨 TNT， 为历年来威力最大的一次。这也可能是朝鲜的第一次真正成功的核试验。但是，从核试爆成功到实现核装置的武器化，到核武器的小型化，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有把核装置变成核武器，只有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才能够用导弹发射。这个过程就是留给美国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最后的时间窗口。就在这最为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川普在这一年的11月8号，也就是朝鲜核试验两个月之后，当选了美国总统。在川普上任后的第一年9月，朝鲜成功的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当量超过10万吨 TNT。而且就在氢弹试验的三天前，朝鲜公然违背联合国决议，试射了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显然，朝鲜的核威胁已经成为现实。对此，川普曾经表示，所有的选项都已经摆上桌面，这意味着美国准备动用一切手段消除朝鲜的核威胁。然而，川普却迟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一年后的6月，川普和金森胖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一个十分空洞的协议。下一年的2月，川普又与金森胖在河内举行会谈。这个时候，川普终于发现金森胖根本就不想放弃核武器，只得中断会谈。此后，朝鲜核问题的谈判陷入停滞。尽管所有的选项都已经摆上桌面供川普选择，而川普最后的选择却是什么都没有做，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经过这四年的时间，金三胖从容地实现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并且大规模生产。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川普离任的时候，朝鲜至少拥有足够制造40到50枚核弹头的核材料。至此，美国想消除朝鲜的核威胁已经没有了可能。在和金三胖的这场较量当中，美国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后果
要大大超过50年的朝鲜战争的后果。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样的结果，川普本人竟然还颇为得意。对于乌克兰战争，川普再次表现出他的短视和狭隘。自从普京公然入侵乌克兰之后，川普从来没有谴责过普京和俄国，却多次指责乌克兰方面。而且在和哈里斯进行的那场公开辩论当中，川普竟然不敢回答是否希望乌克兰赢得战争这个问题。显然，川普所谓一天之内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妙计，肯定不是让俄国退出乌克兰的领土，而是让乌克兰放弃国土，承认失败。其实，战争进行到现在，普京的权威已经面临坍塌的危险，俄国也已经精疲力竭，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毕竟，一个靠生产武器带动的战时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乌克兰做出让步，根本就是在帮助普京。可以说，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关系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普京获得胜利，欧洲的局势将可能发生逆转，这意味着北约和美国的重大失败。美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它的国家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美国的利益不仅在美洲，也在欧洲和亚洲。如果让普京战胜乌克兰，必将后患无穷；如果让中共占领台湾，也必将后患无穷。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上，川普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表现在很多方面。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川普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着手在美墨边境修墙，以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并承诺让墨西哥政府支付相关的经费。川普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最后，由于经费无法得到保障，美墨边墙计划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显然，川普的这项重大的政策主张缺乏认真的筹划，这可能只是他的即兴之作。也正是由于川普的一些政策缺乏系统性的思考和安排，往往导致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川普在总统任职期间，中国的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向伊朗技术禁售的制裁条款，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其实施7年的技术禁售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由于中兴通讯的主要产品都使用美国的芯片，这一禁售令让中兴立刻进入休克状态。然而，没过多久，在中共当局背后的斡旋之下，川普便同意中兴缴纳一定的罚款之后恢复运营。这样一个严重触犯美国法律，原本就应该倒闭的企业，就这样被川普放生了。最近的事例发生在今年4月，为了美国用户数据安全，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法律，除非中国的所有者出售 TikTok， 否则这个平台将被禁止在美国使用。对此，川普也一度主张禁止 TikTok， 后来却又表示反对这个禁令，称这个团队非常卓越。我们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只是这样的出尔反尔很不正常。更滑稽的是，此前川普曾经抨击电动汽车，他曾经发誓要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终结拜登的电动汽车政策，称这样可以挽救美国的汽车产业。然而，在特斯拉 CEO 马斯克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之后，川普居然宣布，我支持电动汽车，我必须支持，我别无选择，因为马斯克非常支持我。由此可以看出，在川普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完全是根据他一时的喜好做出决定，甚至公然的把他的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今后这些年，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是来自新轴心国的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攻击，而不是经济威胁。美国总统最首要的任务应该是防范和抵御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和攻击，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就这一点来看，一个只关心经济利益、只知道钱、只知道使用关税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出任美国的总统。至于川普引以自豪的经济政策，也遭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批判。大约半数的美国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联名公开发表联名信，支持哈里斯的经济政策，认为他远优于川普的经济计划。而川普的关税和减税政策将会招致物价上扬、赤字扩大、不公平加剧这三个恶果。他们还特别指出，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法治和政经的可确定性，但川普对这些都构成了威胁。就个人的行事风格来看，川普做事似乎是完全凭着他的直觉，而不是经过仔细的推敲和分析。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川普不懂民主政体中精英阶层的重要性，更是缺乏对内阁成员的尊重。川普的四年任期之内，先后有50多位部长辞职或者被解职，这些人几乎都和他反目成仇，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川普的知识结构以及他对精英成员的轻视，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应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顺便说一下，蓬佩奥前国务卿曾经替川普的乌克兰政策进行过辩护，但是如果川普赋予他的首要外交使命是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以便和俄国达成协议，他恐怕也不会和川普合作再次出任国务卿。在这次选战的关键时刻，在极为关键的威斯康星州，一群共和党籍的领袖都出面呼吁该党的支持者不要选川普，宁可投票给哈里斯。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考尔斯表示，必须击败川普，我们必须保护宪法。考尔斯说，就算哈里斯可能会做一些，可能不做一些自由主义的事情，这个国家仍将继续下去。你有宪法的基础来保护民主，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会消失。四年时间，多收一点税，少收一点税，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宪法的权威被动摇，会改变美国的命运和走向。经济政策错了，还可以纠正。关乎国运的事项，一旦做出错误的抉择，几十年、上百年，可能都难以改变。哈里斯做总统可能不尽如人意，而川普做总统则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本。很多共和党的要人选择支持哈里斯，明显就是基于这种判断和考虑。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通过基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盟友体系对中共进行围堵，并继续通过小院高墙政策对中共实施精准的技术遏制。哈里斯上台将会延续当前拜登政府的主基调，不会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而川普上台则完全无法预料，他可能会发起一场新的贸易战，但是也可能会向习近平当局做出妥协，甚至在重大的问题上和习近平当局进行交易，乃至出卖台湾。这样的人成为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给世界带来灾难。对于这次美国大选，中共的媒体也极为关注，只是中共的媒体一直都在极力的丑化和污蔑美国的民主制度，经常编造各种谎言诋毁这次大选。中共的美国问题专家、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就在节目中公开宣称，美国政坛的建制派可能会在选举中作假。金灿荣认为，如果只看民意，川普应该胜选，但鉴于美国的当权派有动机作假，而且越来越没有底线，所以结果还没那么确定。很明显，中共当局的目的就是让美国的公众对大选失去信任，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丧失信心。这一点
在上一次的大选中就已经暴露无遗。中共当局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给美国民众制造分裂和社会混乱，期待美国社会撕裂和动荡。在刻意煽动对立、制造混乱、加剧分裂美国这些问题上，川普和中共竟然如此的相似，这难道不令人恐惧吗？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